再次保卫和平。开心超人和四超人在彼此都找不到合适的伙伴后，为了能拿回星之力，双方不得不放下芥蒂，临时组成一个队伍。这里白茫茫的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大家小心不要走散了。不好了，快星超人不见了。这么大的风雪把我都盖住了。快星超人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走丢了。恭喜你们组队成功，第二个考验是你们要想办法救出核心超人，他现在被困在前面冰山山顶的山洞内。救出核心超人后会怎样呢？他总是这样说走就走，都还没回答我们的问题呢。我还没走，只是风雪太大把我盖住了。你们救出核心超人后，他会指引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做。原来冰火山是冰山和火山两座山呢。快看上面，真的有洞口，核心超人一定就在那个里面。我们要到达湖对面的冰山上，要么游泳要么飞行。我一定要早点拿到星之力。甜心保护罩。看来上面温度太低，不能飞行。不能飞行，那我就游过去。看来湖内温度低，不能游泳。开心铁拳！开心超人，你快下来！我有办法帮助大家抵达对岸了。只要将上面的冷空气引导到湖面上，湖面结冰，我们就可以通过了。我先走了。开心超人，等等我们。抓住我，我们带你过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，而且我已经想到最快抵达对岸的办法了。看来这里也不能飞，只能贴着山往上爬了。雪山非常滑，我们一起合作登上去。我不用和你们合作也能登上去。
别滑了，我还是用机车侠飞上去。哎，开心机车！看来这里不能用机车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可以用这个。谢谢，做好准备。我们先把核心超人救出来吧。原来寒风是被这块突出的巨石挡住了，才让贴近山体的位置风比较小，气温没那么低。我们小声一点，不要惊醒怪兽，尽快救出核心超人。你们终于来救我了。不用担心，只要你们不主动攻击他，他不会主动攻击你们的。你们从侧面绕过来就可以了。甜心保护罩。对不起，差点因为我的失误引发一场战斗。打掉山顶洞口上方的岩石，引发雪崩，就可以消灭怪兽了。但要小心，雪崩可能会吞噬掉你们。甜心泡泡，促进飞弹，磁力螺旋斩。甜心保护罩，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们没办法打败他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雪山非常滑，我们一起合作登上去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需要大家一起合作。我们合作护送粗心超人去攻击洞口巨石。我先吸引怪兽的注意力，把怪兽引到洞口。小心超人带粗心超人隐身到最佳的位置。粗心超人在打碎巨石，引发雪崩。粗心千点雷，花心超人在雪崩的瞬间带回小心超人与粗心超人。花心磁力链，甜心保护罩。果然团结合作才能发挥出我们最大的力量。谢谢你，开心超人，我们合作愉快。
对了，核心超人，你怎么会被怪兽抓到这儿来呢？我原来准备去火山寻找新之力对付暗影兽王，但是我走到半路看到这只怪兽在欺负一个路人，我气不过就上前打了怪兽，救下了路人，结果被怪兽抓到这里来了。不过我反而更加觉得你们奇怪，你们为什么要从冰山这么危险的一面上来呀？另一面不是更容易上来吗？原来我们白费了那么大的劲。我都接受考验，哦哦，嘿，是在挥挥手，初次见面的新朋友，嘿，再挥挥手，后悔勇气我的好朋友。星河一望无边，新的篇章由我续写，就在今天，路在脚下，一直不停走，哦，不会轻易回头。时光就在突破口，只要我们能坚持守候，路在脚下一直不停走，不会轻易回头，希望之光就在突破后，只要我们能坚持守候。